做十六岁是台南传统新年礼俗，蕴含中天敬神、饮水思源的意义，是全台独一无二的传统民俗，更是青年人生路途当中的重要里程碑。因为是代表渐渐迈向新年的阶段，开始承担国际社会责任。市长吴伟铁十二来到安平开台天后宫做十六岁现场，希望合作拢会当抱着乐观的态度，积极面对未来挑战。身为有担当、有责任感的大人，过十六岁是台南很重要的民俗，这不仅在民俗，在文化上啊有很重要的意义，在现在也对于我们文化的保存有留下非常重要的一个记录。那我想这个记录不是为了数字，是为了传承我们的文化。那在过去，大航海时代，十六岁代表成年，现在呢？十六岁也代表我们虽然已经上了国中，但是对家庭都有很重要的意义。民政局指出，台南开台天后宫以艺术意象创作出的招募经已经成为安平做十六岁的独特标志。今年庙方也特别安排亮化招募经，每暗六点到十点拢会点亮招募经，活络夜间经济。希望借由民俗活动的推广，吸引更多国内外观光客走访。记者张秀仪采访报道。